千万，那好几千万呢，在去年的十月份呢亏了好几千万，到现在的这段期间呢，养了300多个员工也一直都没有订单。那没有订单呢，坦白讲，先天上帝跟母娘很慈悲，他就叫我下去再管这个厂。那我刚开始下去管这个厂，在一个半年之前下去管这个厂呢，哎，都没有订单可以做。那没有订单可以做呢，我们那厂长那蔡董，我们这次要放假好几天都没订单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就当着台干那些开会呢，我说我蔡苹果下来管半年不赚钱，我切勿自杀。我觉得不可能说官场管不起来，哦，所以说我就夸下很大海口。那神我也很慈悲，我觉得我下去的话，真的是在20天左右呢，3-4个台干及里面的那些妖魔鬼怪全部辞工，全部辞工呢。坦白讲，我们在这一个单位，我管的一个单位当中下来呢，我们现在订单是24小时在生产嘛，哦，所以说我这次下去呢，可能是先天上帝那支宝剑借我拿下去了。斩妖除魔。那坦白讲，这段时间呢，我对建工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人管3-4个厂，那现在剩下管这个小厂，对我来讲是很简单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老师呢，他每个月的开课呢，本来是第2个礼拜跟第4个礼拜，我说我想回来参加呢，没办法住那么久，所以我们老师也感谢我们老师呢，把它调到第1个礼拜跟第2个礼拜，所以说我每次大概都有回来。所以说每次回来都会跟各位师兄师姐啊见面，那所以说也请各位师兄师姐，坦白讲这个课程蛮不错的，我从大老远都从大陆回来的，哦，所以说大家都住了这么近呢，希望说大家你这个第1个礼拜第2个礼拜大家尽量抽空来，我发觉到这样跟老师一起来禅修是蛮不错的啊。以上是自我介绍，谢谢。我是郑德山，那今年48岁，我在国小服务，啊，那会跟这个结缘是因为大概几年前嘛，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啊，然后那个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啊，他能够看得到那些事情啊，他就帮我看元神，他说你必须要去走灵山，试试看，啊，那时候情况是坏到已经都，不能开车，不能这样，但是检查不出原因来。后来就去走灵山，我哥哥陪我去。那走了半年以后，发现那个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啊，改善很多。那我就又辗转，因为走灵山很花钱，又很花时间，对。那我就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出门这样。后来有一次在网络上就找到三重一个道场啊，叫紫气道场。那我进去以后，他们就开始跟这个。学道就有一点点接触，啊，那个时候我还他三重的紫气道场是从大陆那边传承过来，是叫做全真教的华山派，啊，我在那边也就是成为那边的弟子啊。他后来现在过了大概又2年哈，因为他那个地方现在这个修真的课程啊有一点点停滞，然后再来就是他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啊，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学习的东西就得不到，后来有一次在查网站上又看到那个全真仙宗，我看全真跟我们的名字是相像，我就给他看一看，啊，里面刚好又有这个赤松宫，因为我有去年的暑假我就到赤松宫去拜访，那里面的那个住持哈，啊，我们要叫师爷这样，啊，就这个音乐我看里面的课程啊，都是我很喜欢的，那像易经啊，那个道经等等啊，那我就刚好那时候有。一直持续都自己有在做静坐的这个事情啊，啊有些状况很疑惑，啊找不到人问，啊我就找一个时间，那时候大概6月份吧，打电话来问一下，那时候好像老师还在闭关当中啊，啊我就想等老师闭关以后我就来，啊就在暑假当中嘛，7月份我就来，有一天晚上我就来跟老师问一些这个问题，啊没想到老师解答非常的切中啊，非常的针砭我的这个问题啊。那马上就帮我解开很多的疑团，那我就觉得说，你这个应该是我可以来这边学习到东西啊。啊，那时候就留下资料，我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课程，是不是能够介绍我来学习这样？啊，又等了1-2个月哈，啊，终于这个课程开始来，我一看到那个通知哈，课程我都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很急迫来。那今天来这边是第二次嘛，这样的，很高兴跟大家认识哈。啊，另外我要谢谢老师给我们的机会。
来这边很方便，我都提前一天来，然后就睡在这边。那、老师都没给我们任何压力，说我们有什么规矩怎么样啊？没有很大的。那这件衣服啊，我也要感谢那个主持人，因为很好穿的，穿起来身上很舒服，这样，谢谢。而且哦，好像这个刘长生哦，在嵩山水塘，他姚子敬母学习的。那么，因为是底下是做公关的，不是总务了啊，所以东到西，南到北哈，熟悉各宫各堂各庙哈，大大小小差不多有熟悉较济了。但是呢，咱宝经内底讲，早求名师参透心性哈，啊，名师就是咱这个名师啊，因为找了。真正是在跟母娘结缘了大概六七年哈，啊，找不到像这么一个很有为的老师，啊，台湾记得了，啊，但是黑启东讲的都是某一个端、某一个章、某一个节了，啊，像陈老师啊那哈，可以讲有为法，啊，看有无为法这些东西哈，大概也只有他了。另外昨天晚上我去了嘉义的市民慈惠堂办一个大型的活动。回到台北已经12点多了，因为今天早上怎么拼要拼过来，但是还是知道了。哦，啊，我是刚刚，我们要让今天有这个机缘跟老师结缘，一定要跟老师抓，那个三机给扣掉了，唔能给我溜给啊呢，这样才能够说这个咱玻璃讲的早日回瑶池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刚刚那嘉义等一下都讲出来啊。啊，所以说继续努力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堂，我们这个一连串不分哪一个堂，只要说干嘛单道对他有兴趣要提升的都可以来。有一天我怎么突然会想说我好想去上灵修课，然后那一天就很奇怪，看电视看一看，突然就看到八十台师傅的节目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吧，那我就先看看好了，就看得不错。然后等先生回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说我选到一个很好的节目，然后你陪我看看，然后他觉得说也不错，那我说那我们去跟师父结缘可以吗？他说好啊，那我们就趁着假日的时候就来到了这边。那我发现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师父的人很和蔼可亲，那有问必答，我说当天我就说哇，我捡到了宝，这个宝是无价之宝，这个宝是无形的财富。那我一直回家，我就跟我先生讲说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一份缘，来到这边好好的充电，这边一定能够得到我想要的，能够增进我修行路，可以更加的进步。所以呢，我就很珍惜这一份缘。那我也一直坚持跟我先生说，一定要来参加这边的课程。我说不来绝对是损失，来了是捡到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捡到这个宝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那希望大家呢也好好珍惜这份缘，那我会更加珍惜，谢谢。各位师姐各位师兄大家好，我叫李光子。那第一点要自我介绍的做一个初步的报告，那我是官校毕业，考进长荣。那长荣考进之后，在长荣海运服务，从海运的客员开始担任。那离开长荣的时候，是爬到了人生的最高点，董事长离开长荣。那这是我第一点的自我介绍。之所以会来到这边结缘，正好刚刚跟陈师兄一样，不小心。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里面第八十台我们老师在这里面的讲经说法，那正好我太太呢，她说哎，老公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结缘，因此那我跟我太太也就是来到这边结缘。那我这个人这样子啊，那知者者等于说对方是如何我自己是如何，所以我就上网去了解全真仙宗，这里面大概从这里面的字里行间，包含了这里面的遣词用字啊，我可以说是揣摩甚深。那我想这个就来一趟宝山，第三点报告来了宝山的心得。
因为我们现代人喜欢去印证，所以我来到了宝山之后就印证。在还没有印证之前，因为刚老师有交代说他好要扣分啊，那不能说好，那我讲故事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应该不是有一次了，以往世尊在印度的时候侍奉世尊最多的是阿难陀尊者，可是阿难陀他这个侍从啊侍服了这个世尊二十几年，那这二十几年当中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得到。那在世尊过世的时候，那等于涅槃的时候，他的大弟子也就是大家使，他就给了阿难陀尊者讲了一句话，这个你的仪仗未消不得啊进来参加，等于说要个会议。可是阿难陀尊者他想说世尊已涅槃，他很难过，那以后他想求向谁来求法？那可是在整个大迦舍尊者的给他压力之下，当天晚上他得到了，他自己去参，他也把万缘放下。最后大迦舍尊者跟他讲，你要来见我，我不见你，只有你的法身来见我，我才会见你。最后他门都关起来了。那各位试想，阿难陀尊者怎么去觐见大迦舍尊者呢？因为他证到了法身，佛家所讲的有法身、有报身、有应化身，他证到了法身，那大迦舍尊者给他讲，你必须要从药师孔进去，你才能来见我。有哪一个人能够修到这种境界？要修到法身的境界，他才有办法，因为法身它是无远佛界，它是无量无边的法身，它是可以说是在任何处处在在都有一个法身。那一天我来到宝山之后，跟师父的交谈一二，那师父证到了法身，证到了法身。那我不是夸他，我只是讲个故事。那各位知道，证到法身，那是多么的多么的不容易。最后一点的报告，我来到这边的心愿是要修自性。那我不是要求神通，因为唯有自性，我们来如何修习戒定慧，所以这才是我们不枉人间来此一回。希望能够在师父的学习教导之下，我们能够学到我们解脱之法，我们不需要在三界之内再轮回。以上简单的扼要的报告，谢谢大家。喂，师姐好。那我是先叶玉耀之啊，我是看那个网络上看到的，就第一次不是是来南桃园缴费，看到那个啊就进来那个拜拜，或者后来就在上网路看老师的那个文章，那些看了觉得老师是一个，后来老师出关后就跟老师见面的时候，我觉得老师很慈悲那个的老师，就是让我寻找一位好老师。您是老师的介绍，你感觉我只要我学了还不好，我靠文手啊，我刚介绍感觉就好，我学了也靠文手，来再来好一往下，这个可能没有错哈，他顶人哈，他是我们的主任委员哈，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些所有的装潢哦，都是他出的。啊，这个道场提供是副主任委员提供的，张副主任委员。这个装潢一切都是主任委员提供，虽然他亏了好几千万，还是提供。哎，希望他再赚更多的钱哦，提供更多。好，那我们再请这个主任委员的夫人蔡太太，就哎，叫什么？叶慧强啊，对，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，我姓叶，叫慧强，嘿，我都是一直负责台湾的公司啊，我是小小的一间公司而已，嘿，就这样子，谢谢啊，就是进场好不好，简单一分钟的，你们现在穿的衣服这些都是他提供的，他说他要给大家结缘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大红山
紫色，刚好在闭关的时候，我们想说要试紫色给大家，紫气东来啊，因为我们要进入修炼，所以希望大家充满了紫气，所以你们穿的都是紫色的啊，代表那个太上老君的时候出函谷关啊，那个宜喜真人啊，看到太上老君要来观天清的话，看那个紫气东来啊，他哎呀，一定有圣人到。所以修行的成道的叫做紫金光啊，佛叫做紫金光，我们大家叫做紫气东来哈。所以人穿这个衣服，代表说我要修到紫气的充满一样啊。希望大家都。啊，我叫陈维成，然后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啊，现在也组织一个平凡的家庭啊，有一个小朋友，有一个女儿，国小二年级。那其实会来这边哈，主要是因为我太太她的体质比较趋近于人家说灵异体质，然后我岳父是一个一般人说的挡地，然后我太太说比较会有灵动的体质，然后我们大概四处去找了很多一般俗称的宫庙啊、宫坛啊哈，然后去到处去问啊，然后。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啊。那一般的宫庙宫坛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属于龙蛇杂处啦，然后也没有在对心性的提升上面哦有对我们有任何的帮助啊。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讲，跳当地开宫板子好像不是我们要的啦。那对心性上的提升，反而是我们比较想要追求的。那有很多的法门啊，比如说有佛教啊、道教啊，或其他的宗教。那，佛教对我的观念来讲，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，不错的法门，也是不错的那个修行的一个方向，也比较亲近。但是感觉上，因为我太太又带那种体质，那一个也我也是上网看啊，然后一个因缘机会下来老师这边，那跟老师聊过。那在这边其实四道如三修嘛，感觉上好像更符合我们的需要了。那希望能在这边，定期一个月两次的上课，还有平常有事没事来叨扰老师一下哦，能对自己心性上的提升有所帮助。希望老师能永远带领我们往道的方向走，这样子。谢谢各位。师兄道场已经去了很多次，这次这边是比较参禅一点，也要感谢这个师姐的这个赞助啊，有位师姐赞助啊，提供了这个好的场所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做成为跟师兄老师呢来一起来修行，提升我们的灵性。没有，吴大师。好，这样，谢谢各位。好，第二个，谢谢庄明。其实他自己讲的最有深情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宗林，我是我老爸谢永光，大概十年前吧认识师兄，那其实跟师兄就是有时候帮我们解惑，就是工作上或是感情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啊，都还不错。那其实我觉得缘分真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我们家住在综合慈惠会堂正对面哦，走路五分钟就到。我常常跟我哥在聊天说，为什么我们都会跟着师兄来去拜母娘，就是那种就是师兄可能他给我们的感觉，就是他可以让我们得到解答。所以这一次就是其实上课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挣扎，因为就是家里小孩可能没有办法排出这个时间来。那我自己想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上课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他是难得能来，他以后会赶快成佛啊，越能抽时间来，就代表哎越快成佛。好，我们请那个吴朝。啊，不过现在就讲有一个资源吼，啊都去上班吼，比如像咱蔡志伟遐上班吼。啊，蔡主任在介绍咱老师，哦，啊来跟老师接触了，就讲，哦，咱唔是讲救人，你要救人，你要带，最起码有两步棋啦，你若要了救人，然后你带就去拖去，对无？啊，你心灵上要提升，啊，所以讲，哦，咱老师现在我对
对遐侪老师会看到遐侪吼，或者咱老师的心灵提升吼，学习讲实，唔讲我即卖伫遐播啦，吼，算讲咱卖讲算播，真的我看过吼，没有像咱老师这种的安尼的，所以我若来，大家嘛怎讲，我拢来老师学播，咱讲实，我做熟悉咩，我是来老师学播的。因为我为了要充实自己，为了我以后要走的路，我还无不断的充实自己的话，下面嘛去用蝌蚪，所以这就是讲我安尼今日这个机缘来个遮，还是我当初我的真心为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以后我若啥物行为上有偏差，还是啥物说唔对的吼、哦、啊，希望咱各位师兄师姐吼用打积极，和我用更加提升安尼吼，感谢各位。你可以赶快就是还一些因果啊，所以我感谢有这个机缘哈啊，感谢母娘也是提拔我，让我可以念完那个研究所啊。那如果电视方面、网络方面，师兄师姐有什么意见啊，或是可以支援我的，都欢迎大家给我一些意见啊。好啊，谢谢大家。因为他是道教组那个宗教研究所道教组毕业的，所以对这个丹道、对母娘的经典，他比较了解。所以我跟他讲要做什么事情，他比较容易就吸收到，啊就会做这样，啊那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的电脑里头，你现在看所看的电视、摄影的跟编制的都他做的，还有这个我们网络都他做的，所以我们是一家人在做，啊那个女儿是当那个什么讲话的啊，然后自己来录自己做这样子，这样的话才不会动那么多人，所以很简单的。一个家庭就把这个网络啊，也把那个我们的电视台啊，都把它弄出来了哈、哦。那因为它本身来讲是修道来讲的话，以前就是没有这个深入这个道藏的哈、哦。那目前有读了宗教系以后、哦、改变很多啊。因为我觉得说要改变一个人，就是要从宗教去涉足，所以他最近这几年来就改变很多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还很胖。我说哦，这个口不贪食哦，这个贪食的还很严重。这母娘有经典说口不贪食，目不视色。啊、哦，那个嘴巴口不贪食哦。我说如果你修到口不贪食的话，一定身材很棒。继续努力。好，那我们介绍大概就介绍这里啊、哦。还有没有人没有介绍的？小弟弟要不要介绍？讲几句话。今天打太极拳有照到你耶，真的很可爱耶。那下次。啊，轮到你了，轮到你了，快点！好、啊，下次电视有你出来哦，那个打太极拳哦，姿势好棒、哦。哎，刚刚你讲话你还多起来了。他刚刚失望，后来并没有我。现在有啊，现在讲到你了。